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第十二号公告，自从媒体报道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画作在市场上的拍卖价超过每平方英尺90万美元的消息以后，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拿来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画作请求美国高级艺术馆予以鉴定。美国高级艺术馆经鉴定后，结果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这些未假画的画面上盖有第三世多杰羌佛早年用的印章，但画确实是模仿成的赝品。比如其中的一幅荷花图和一幅雄狮图，因第三世多杰羌佛认为不是精品，早就已经公开焚毁了，只是有彩色照片遗留下来，哪知现在公然又出现在市面上了。又比如有一幅著名的版纳风琴拿来请求鉴定的画，上面盖的章是真的，所用的印泥的成分也是第三世多杰羌佛早年所用的真印泥，其尺寸也与原件一样大，但是与这张画同名的真迹现在就收藏在美国高级艺术馆里。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本着对社会大众负责的态度，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不得不正式公告如下。众所周知，第三世多杰羌佛对艺术创作向来抱持极为认真和严谨的态度，每一幅面世的画作都是慎之又慎，选而又选，因此凡是面世的作品都是精品。例如媒体曾多有报道，早在1994年，在媒体、鉴赏家、收藏家以及公众等数百人围观下，第三世多杰羌佛当时的身份是一云高大师，就在中国四川大邑县金惠山宾馆公开举行了烧毁书画的仪式，当众烧毁了200多件他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在许多画家看来已经是上乘之作了，但同样被当时的玉云高大师作为废品处理烧成灰烬。在公元2000年，题款为云高盖有指纹印的微正图国际拍卖成交价为每平方英尺66250美元。公元2007年，尽管画面上还是用云高题款并盖有指纹印，但其拍卖行情成交价已经达到每平方英尺33万美金，这是将易云高大师视为纯粹的艺术家而达到的价格水准。但是自2008年易云高大师的真实身份被世界上的高山大德们查证为真正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并公布以后，此一佛陀的身份不仅使得第三世多杰羌佛忙于利益众生而没有时间作画，更由于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佛陀地位，故使得题款为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每幅真迹书画都无限珍贵。到目前为止，如果书画的题款是云高二字并盖指纹印，其价格为每平方尺33万美元至36万美元。如果题款为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并盖指纹印，则拍卖成交行情已是每平方英尺902571美元。无论书画的题款是易云高大师还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号，这些真迹书画的价值都在几年的时间里上升了很多倍。但是也有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发生，因为易云高大师在10年前的所有全部书画印章被社会人士以不同的手段予以收集盗用，因此社会上不法之仿画者大量涌出，以假画盖真章混于书画界，冒充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画作以谋取高利。面对不断出现的假书画伪品，为保护第三世多杰羌佛书画作品收藏者的利益，美国高级艺术馆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与国际佛教生理总会联合成立的第三世多杰羌佛书画鉴定委员会，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任何题款为云高或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书画，首先必须经过该鉴定委员会鉴定，在该鉴定委员会鉴定确实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真品以后，出具鉴定证书，同时送呈第三世多杰羌佛，再由第三世多杰羌佛亲自盖上指纹印章，
所以只要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真迹，都会盖有他的指纹印。其次还有更重要的，任何人都假冒不了的一点，凡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书画真迹作品，无论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的，都有电脑存档可以查对核实。对于早已流传于世被收藏的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书画作品，在将原件送交书画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为真迹后，第三世多杰羌佛不仅将亲自在真迹上盖上指纹印，而且这些作品也将存档备查。因此凡是符合盖有第三世多杰羌佛指纹印章和储存在电脑档案库中这两点的，才属于被认可的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真迹作品，否则一律都不确定为真迹。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2010年3月27日。